现场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也来到我们现场。我想呢，中
校呢，就是最大安社会的力量。特别呢，从小时候开始，从最大的时候开始啊，然后在荷兰这个地方，说在荷兰啊，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良善的力量啊。我想呢，啊，这两个人可以用来学习一种。不管是菩萨啊，或者是我们神尊啊，都是这种慈悲的，交流的一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这次呢，恭喜福星太平妈，整个四年级以及金虎也会南桃园分会哦，在这边共同搭设公营庆赞相爱。在这边呢，我们要来欢迎呢到达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哦，要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要来欢迎我们陈文忠县议员，也莅临到我们现场哦，共同要来恭迎我们圣教哦，欢迎我们议员。也让大家呢信心久久，大家要支持啊久久哦，支持我们九号，我们九号县议员。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队伍哦，已经慢慢缓缓的进入到我们新的队伍当中。Thank you.
乡哈，今天来到了新港澳北宫，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大家在这边共大家共同来恭迎县大礼。花中的祝福，人家拥有更幸福的爱，太平花，请到。